开启个案审查，开启个案审查，修改移民法，修改移民法，蒙藏委员会出来面对，蒙藏委员会出来面对。可是我们要问移民署的是，我们要问蒙藏委员会的是，你可以花非常非常多的飞机票去蒙古，就是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或者是去达兰沙拉去进行援助。可是你们为什么可以对目前就在你的门口的在台藏人视若无睹？然后他在西藏的时候非常紧张，因为中共打压的方式，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宗教自由，所以他后来要决定就是要跑去流亡，所以从西藏一直着陆到尼泊尔之后，他拿尼泊尔的假的护照到台湾，然后最近有。最近是最大的压力，因为中间有警察一起找他，有打电话给他，他说那天他是非常紧张的，好像有感觉就是我也是在西藏里面嘛，因为他有这个紧张跟那个在西藏的时候有紧张是差不多的。那到了台湾之后，就是继续留了几年，几年之后我的护照就遗失了，那护照遗失之后，我任何什么都。没办法做，没办法办。那我有试过很多各种各样的，但是办不多。但是呢，蒙藏委员会跟那些移民署说我的护照还是可以办，但是办不多，没办法办，怎么办？这样的也没有跟我讲，就是一个很合法的那个讲沟通。所以我们任何没有什么证件，非常的辛苦。非常的我们是从印度那边来的，这边结婚过来的，然后这边结婚过来，我办居留证，然后那个时候没办法办，那个时候2008的之前来的时候可以办，这个后面没办法办，所以我这边没有。这样抗议，没办法，我们回去西藏。今天不管台湾或是中华民国政府，是把在台的藏人视为同胞，是还是外国人，是难民还是无国籍人？那我们认为，不管是从历史的渊源，或者是从人权跟人道的角度，台湾的政府对于在台藏人都负有一份特别的一个责任。首先呢。我们要求蒙藏委员会跟内政部入驻国籍移民署不要再把在台藏人当作人球踢来踢去，互相推诿。事实上呢，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也在1970年代曾经接收超过将近，大概有超过8000到10000的越南的难民，在1970年代、1975年跟1976年这两年当中，所以台湾是曾经有接收过难民的例子的。那台湾在接受这个难民的例子里面，我们一方面政府对于这个可能比如跟我们并没有相当深厚关系的越南，我们都曾经接受了，何况中华民国政府你设了一个蒙藏委员会在那边，你到底是把它当作自己人还是当作外人来排除？中华民国政府在退出联合国之前，事实上曾经在1951年批准对不起签署了难民地位公约，然后也在1967年签署了难民地位的议定书。虽然后来台湾因为退出联合国没有办法完成所谓的批准的程序，可是我们要说这两份有关于难民地位最重要的国际文书已经有一些原则形成了所谓的国际习惯法，意思就是说即便你这个国家不是这些公约的批准国，你仍旧必须要受到这些公约的约束。而且我们在7月23号的时候有去移民署抗议过，那时候这个移民署他们就说呢，这件事情的那个全责的机关是蒙藏委员会，不是移民署，所以请我们来找蒙藏委员会。
那在上次7月23号的这个抗议的记者会结束之后，我也有在打电话去蒙道委员会，跟他说，民向移民署说，你们才是这个主权的机关。那时候他们的检任秘书其实有跟我承诺说，好，那他愿意来开一个协调会，但是就是在这样一来一往的电话的一直不断的询问到底什么时候开协调会的情况底下呢，就已经到了10月底了，然后这个协调会一直都还没有承诺到底什么时候要开，所以后来呢，我们就还是决定要来蒙藏委员会来去表达，这些藏人朋友其实就是被移民署跟蒙藏委员会这样互踢皮球的一个情况底下，然后没有人想要协助他们、帮助他们。We'll be right back.